気取り。気取り。嗨，大家好，有福利分享。这次订购资讯是伊恩魔丸。老板说，新客户加LINE不限款式，立即享有第一支 5% 折扣的入坑新手优惠。ID 一样放在资讯栏。连外箱都有八角保护，总统级微安规格。外箱尺寸实际上每一边都大了两三公分。铁风筝的 logo 不是风筝，爱像风中的风筝。彩盒就是各种授权品牌 logo。皮乐中国、素糖文化、铁风筝，雕像比例1:4，仅限中国大陆地区销售，港澳台地区除外。所以中国大陆地区我们是包还是除外？侧面是佐助的面雕、文远者的 logo、御家良品的官网。铁风筝应该是御家良品企业的旗下品牌。立面就放一些免责声明，感谢这些公司及全体员工一再创作高品质的雕像收藏。组装说明及收藏证书含展示用亚克力透明架都在外面，看起来像是一张海报，实际上它是组装说明。分件编号以及配置图看起来零件相当少，收藏证书给大家欣赏一下。分件超少，底座、人物三根断足，一根断木没了。左下还有寻网力恢复的棉手套跟清洁刷。超快速检查，这次毫无缺损。为了获得更快速沟通的售后服务，这一步真的不要省，然后先把证书组起来。光是底座的品质就让我跪了。不知道为什么所有分件就它有编号，这个场景跟水炸开的张力超级好。衣服布料纤维以及尘土的效果，裤管内部的深度控制得很好，我是很在意这个的，尤其大腿那一圈一定要是黑色，不然真的很丑。上次影片的蝴蝶忍就很像剪贴的。膝盖周围的肌肉及腿套绷带细节很好，鞋面的水质也令人佩服，超小不小心弄湿的。再来看臀部及口袋的细节，然后家徽看起来真的像是用网版印刷做成的团体服。再来欣赏另一边的服装以及在河边玩沙的鞋底，另一只脚的鞋面以及脚趾的做工也不敷衍。右手涂装品质神还原画风。前手臂有一些像刮痧的效果，超透明的喜多里，这是我看过最漂亮的千鸟，我感受到查克拉的流动了。手臂一样有一点点弄裆的效果，肩膀处有一个钻孔跟两个小磁铁，千鸟壳亮，实体这只手握千鸟查克拉滋滋的动态很有临场感。双勾玉写轮眼，眼睛的灵魂，护额的质感，牙齿的涂装，我内心只有三个字：天花板。而且我真的没看过佐助头发有这么自然的，动态感也很好，那就神还原。收藏就是要买这种的，怎么办？心情好好。两种造型的地台牌子，一个铁风筝全系列原创，另一个经典护额铁片。坐下这一圈灰也是完美涂装，被千鸟查克拉炸开见底的河流，整体高度约46，宽44，深28。佐助的高度约25，宽30公分。毕竟他是小孩子，比以往都小尊也很合理。
就用了两种颜色的岩石、泥土、青苔以及锻组，很和谐又十分丰富。这尊 GK 完美到近乎疯狂的地步。如果真的要我说一个可惜的地方，就是希望有双头雕这个状态的。そして千鳥を当てる。